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要你解这个不等式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哈、哦、把两边的底哈、哦、弄成一样，这个一的话是多少呢？是三分之一的零次方了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给它去底，去底的话、哦、因为它的底呢它是小一啊，小一的话你去底以后的话，不等号颠倒过来，也就是说哈、哦，你把这个底去掉的话，就 x 平方减三 x 呢加二。大于等于零啊，啊，这个可以因此分解嘛？把 x 减二乘以呢 x 呢减一嘛，我大于等于零。好，那我们就晓得呢，这是一，它是二嘛，这正负正嘛。他说大于等于零嘛，所以是这，所以是这两块，这两块。所以就晓得哈、哦、，x 的话大于等于二。或者 x 小于等于1了。